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我是 Dan。 最近 在韩国最红的韩剧 《사내마스터》的女主 김세정，这김세정传送给여자애들5기的 IG 私讯，感动了很多网友们。 去年，与其在 IG 现实动态上传了这样的内容，有时候会搞不清楚是为了什么在努力，我是在做什么，什么是能做好的，什么是做不好的，我也不知道了。是因为下雨了才这样吗？今天也要加油，우기야，你做得很好，做得很好吗？当时여자애들成员们跟粉丝们都非常担心了雨琦，而在那个时候，跟雨琦不太熟的 김세정 也给雨琦发送了IG私信，但是因为雨琦不太会操作IG，直到昨天才发现到了 김세정的私讯，雨琦在 IG 现实动态上传了 김세정的私讯截图。 虽然我们不太认识，也不熟悉，但是你做得很好。偶然看到你的现实动态后，就想多管闲事一下。就像你坚持得很好一样，我知道雨琦是能做得很好的人，因为不是敷衍做事的性格，这也会折磨着雨琦吧。这样撑下去的话，随着时间的流失，有一天就会成为让人回顾的时期。虽然会有很多种事情让你辛苦，但现在还有战胜的力量，以后能回头来看辛苦时期的自己的时候，以我的经验来说，是到达了可以更上一层楼的时期。希望雨琦现在的那个情绪能很快。 快的好起来，我们加油吧！你做得很好，会一直应援你的。雨琦也留言了，我真的不懂得怎么看 DM， 今天第一次看了，但是看到蔡江姐姐传了讯息给我，大发，怎么会知道我？真的让我很激动。结果看了之后，怎么会传送这种讯息呢？姐姐真的不是天使吗？虽然是去年的讯息，但还是想告诉全世界的人，蔡江姐姐真的是天使，怎么办？真的好感动，我真的会努力的，真的很谢谢给我力量，我也会一直应援你的，你最棒。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哇，超感动，苦苦当中也有中国成员，所以才将能理解那个情况吧，太善良了。看到那个现实动态后，真的感到很谢谢。虽然本来就对 Kim Sejeong 有好感，但是真的不能不喜欢，在不熟悉的情况下这样传送讯息，真的很不简单，真的是一个温暖的人。周围能有 Kim Sejeong 这样的友人该有多好。本来就知道 우기 韩文说的很好，但是连写的都这么好。 Kim Sejeong 从 우기 都走花路吧，시나리오不是。 김세정真的是天使，然后懂得感谢的雨琦也真的是太棒了。 김세정，雨琦加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4月份女团品牌形象排行榜，30位哇，29位 FX，28位一姐。 27位 드림캐쳐 26位 빌리 25位 위클리 24位 네이처 23位 라붐 22位 EXID 21位 로켓펀치 20位 시그니처 19位 모모랜드 18位 에이프릴 17位 Birthday 16位 Promise Night 15位 Kepler 14位 Mamamoo 13位 이달의 소녀 12位 Stacy 11位 Brave Girls 10位 Aespa 9位 IVE 8位 APINK 7位 Oh My Girl
六位乌珠索牛。Wait twice。四位소녀시대。三位 Lady Baby。二位 Blackpink。四位女团排行因为是여자아이들，最多相关关键词是强烈、参与、音源、homeboy、billboard、I never die。 正负评分析结果，正面评价占 86.02%。 快给我讲起无名音。好的，今天的影片人就到这里，下支影片再见，拜拜。